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接下来我们是做这个习题了啊。You wrote for the lesson 把我们在76页写的习题加入这两个成员，那我们已经加了，意思就是76，就是上一个的那一个，好吧，我们从头耐心一点。2.41。应该将你的CS类别定义在。和那个 main 函是相同的档案中，目前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不能跟 main 函是另外存另外一个。2.41的那个现在这个是7.2的习题，是要做参考2.41。之后下个档案我们就要分割了啊，类别学完了，我们就要另外一个档案啊，做已经700页了啊，做这个主控文件。那时候这个标题还很大。写2.41，我们就直接混了啊，没有写了，现在报应来那76页那里，还是要怎么混呢？还是没有 copy 过来？使用你的 CS data，那就是2.40的那个嘛。对，人不要做坏事嘛，对啊，是2.40啊，写出你自己的版本，2.41是说根据你自己的版本来改写1.5.1、1.5.2和1.6中的练习，好吧，全部当温习一遍。我们顺便把在22页，我们顺便把那个整一下嘛。那我们先这个过来，一样，这个我们自己的版本。然后回到这个形式一样，那我们一切归零没关系，我们从头来。等于是当什么？当复习嘛。我们自己的版本。
参见。22页，改写22页，22就44。赖赖不掉了，不要赖皮。44页，页44的，页22。5.5.1来改写。练习。哇！哇！这个城市啊，我就知道，想起来那时候载入有问题嘛。嗯。那么它有好几个标头档啊。对于位于这第一章城市码的目录中，像那个老副指导你的工作人员，用他来撰写一个什么多区域组织。别来改写 1.5.1， 写一个真的多区两个具有相同的。练习1-20。1-20。1-20为什么会是这个呢？多取两个具有相同 ISBN CSI 的产品的名字。而且具有刚好所比交易写出所读取的所有交易记录。那我们到第一在我们那个有，点数当掉了哈，暂停一下，阿弥陀，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他这里说，那时候我们有录过来，第一章目录里头，哦，有 CS item 标头，就没有啊。这样的城市码目录中，难道不是？这个有，把它复制到你的那个。就这个码。我们工作目录是在这儿，
是要在这里投，不要投都在这里。我知道。将那个档案复制到你工作，用它来撰写一个程式读取一组数据。那我们就要引入这个标头才行，直接拉进来就可以了。直接拉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怕他一大堆错误。对啊，第一个，第一个，他这里有一个 include version test 版本的。这里没有啊，依照没有 version test， 这里倒是有 version test 标的，那就要我再把它拉进来嘛，就 OK 了 ，version test 啊，没问题。是有问题啊！卡住了。B 里也宕机了。把这两个放到学校的呢，这个算了，还是存到 temp 啊。上去后去学校的云端，个人云都没办法，公共云是没办法，是我们做教职人的一个福利啊。那学校的目标是，可是叫学生多用这个云端电脑，他的目标是希望说，我已经关掉，是希望说能够。大家用每一个人以后都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个人，可是假如大家不肯好好用啊，
那就没办法了呀。那一样，我们把这个给它 push 上去，那同步。我们先试试看，只要再当的话，先 push， 免得等下当掉。Recover， 先动 recover。不要复原、啊、可能不要复原的代价就是刚刚不见了。1-20要参考。2.4亿要看2.4亿，这个讯告，后面那个 SD 就不要了，讯告它那个类别的变数。真的还没弄的，写程式是很花时间的。那我们把这个 push 上去 ，GitHub， 先看 change。在这里随便打一个就可以了 ，push。push 上去，现在在 push。push 上去成功之后，其他地方就可以 pull 拉进来。成功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这里。等一下 down 的话，也随他 down。先把这个拉进来。到这、你这样随便拉的话，它只你一定要放在这，你看、现在懂这个规矩，放在这它才是拉到这个、否则它不会拉到这边、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目录它有复制过来吗？没有，我们复制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把这个移掉。我们应该复制他自己目录下面，我们已经录到他目录下，刚刚有录到他目录下，对吗？就这个，应该是这样。那这个也一样 ，version text。移到目录下，那刚刚或许就不是在目录下，所以才会当掉。啊，这样都有了。Source， Resource。好，没有错误，好，很好，那我们就先这样。所以它这个 version test 它只有这些东西。那这个有 include version test， 这样就 OK。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关掉。要写我们自己版本这个不要。
到一至二十，读取一组书籍贩售记录，再将每笔交易写到标准储存。那它的格式是上面二十二页上面哦，零一二一啊，然后这样子。就是 ISBN 有售出数量，还有售出价钱，总营收了，平均价，售出本数以及售价，读取二十一页那里。定一个 ISS item 这个型别簿，读取 ISBN 搜索数售价，吸引簿写入 ISBN 搜索。想法好，嗯，输出就会是。那个档案重老二十二页，这个他都讲得不清楚，这绝对不是像我们这种完全不懂的人看得懂。像第一个系统提示字眼到底是指什么？难道打一个这个前号就可以了吗？前号，
因为它是用这个主控台那个，我们是用 Visual Studio 啊、哦。难怪那时候就是不想用环境，现在又卡在这。嗯，他在撰写一个程式过去做数据。使用这个来改写，所以还在练习。在 Mac 里头写。这里没有 include。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哦，这个是 assert。哦，为了要侦错的，所以这个可以不用。现在没有要侦错。他自己做引用他自己档案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他并不是用脚括号，前面好像讲过脚括号跟这个的差别是什么。这时候你看这个就来了，不是 CSA 的 CSA， 哎行，啊 CSA 很牛了哈。暂停一下，阿弥陀佛。我们把之前的再读一遍啊、哦，比较知道他到底是要我们做什么，已经早就忘光了。嗯、你看这些知道如何储存和运输，现在就是讲说我们是一个类别的使用者，你必须去考量啊，要使用一个我们不需要关心它是如何制作，对不对？取而代之，我们并不是一个设计者，是一个使用者，这个刚好不取而代之。就是前面学的，这个不同255页和220页之间相互参考。我们不应该去想类别运作方式，对不对？20页、255页。
取而代之是反之啦，一般的反之，我们得知道这个是该性别弱点能进行怎样，每个类别都定义了一个性别，性别名称和类别名称一样，于是我们的十二三item类别定义了一个名为十二三item的性别，就跟内建性别一样，我们可以定义出某个类别性别的变数，然后我们写十二三item。我们说的是 item 是性别为 sales item 的一个物件，我们经常把性别为 sales item 性别为 sales item 的一个物件缩略为简称为一个 sales item 为物件，或甚至更简单，一个 sales item 就可以。这个大概也是很用心的老师讲的，娓娓道来啊。除了能够定义 sales item 性别的变数，我们还可以呼叫名为 ISBN 的函数，从一个 sales item 的物件截取出 ISBN， 那使用输入，这就是说我们要关心的是该性别能进行互动运算。使用输入输出以输出运算值来读取处理或协助性别为 sales item。使用指定运算值来将一个 sales item 指定给另一个 sales item。可以做这些计算，使用加法运算值来相加两个 sales item 物件，这两个物件必须指涉相同的 ISBN， 结果会是一个新的 sales item 物件。其 ISBN 就是运算员的ISBN， 卖出本数和营收则是其运算员中对应值的总和。原来是这个意思。使用复合指定运算值来将 sales item 物件加到另外一个。知道这些需求，我们就可以想我们的类别要怎么设计，对不对？关键那些类别定义行为，阅读这些程式时，要牢记在心的是 CSS。类别的作者定义的，类别作者这时候就提到，他的作者也对了，可以了，就写这个类别的人定义了此类别之物件能够进行的，所有动作，也就是说 ，sales item 类别定义了一个 sales item 物件，创建时还有指定加法或输出。入运算值套用到 sales item 时会发生什么事？类别是定义做这些事啊，类别定义是，一般来说，类别作者决定了能够用在该类别性别上、性别物件上的所有运算，他决定。就现在我们知道，能在 sales item
我脸上近期的预算就只有列于本节的那几块。读取，可以写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可以把什么运算用在 Sales Icon 上面。就能撰写的用到该类别的程式。比如说下列的程式会从标准输入读取资料到一个 Sales Item 文件中，比较那个 Sales Item 写到标准输入。直接用 Sales Item 物件就可以执行。如果我们给这个程式的输入是，输出就会是，我们的输入表示到门数卖的是版本被收缴这样。程式以两个 include 指示词开始，所以这个叫指示词。其中一个使用了一种新的形式，来自标准程式库的标头被刮啊。所以标准程式库其中一个使用新的程式就是这个应该是旧的，之前讲过，标准程式库才是狡猾好啊。的标头被刮在狡猾号中 ，anger， 来听。并非标准程式库的一部分的标头则包在双引号 double call， 原来是这样，后来都忘了。连线又出问题了吗？是不是弟弟又在用那个？学校，我这是学校的那个有问题，家里的很顺啊，学校的云端，原来是这样。这个我们这个是在第几页？21页，对，21页。重点当初都没有录下，也是标准程式库的标头被包在讲话号，并非这个我就没办法做时间轴了，因为这不是站照顺序，等一下我要选这个就很麻烦。并非标准程式库就放在双引号里，标准程式库还是放在讲话。这可以说是第几集？第39集，我们这个是第39集。是这里，对吗？
那是39级。如果没有当掉的话，Man 内部 ，Man 还是内部定义了一个 VM 用 Book， 它会，我们会用它来存放标准输入到资料，标准输入读到的资料，下一个数据读取资料到那个物件，到这个物件，那个物件，对啊，读取资料到。不可这个物件，而第三个数据则将之就将那个不可印到标准输出，然后后面再印出 NI， 然后把两个 sales item 相加。一个更有趣的就是将两个 sales item 物件相加。Include S3 include sales item， 分别读取一对交易记录，这个 item 和 item， 然后这个是在一起的 std cr。小于输出这两个相加的结果，引出他们的我们给这个程式输入，下一个输入，输出一个位置。这程式开始引入了 CSI 同和in all string 的飘头，接着我们定义两个 sales item 物件来存放交易资料。我们从标准输入读取资料到这里，输出运算式进行加法运算，并引出假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程式看起来与 1.2 节中那个程式有多相似。我们都是读取两个数据，然后写出它们。这个相似性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我们读取并印出的并不是两个整数的行，我们读取印出的是两个 sales item 的行。整数是内建型别嘛，它这个是自定义的类别，更有甚者，整个加总上的概念都不一样了，在印中。我们产生的是传统的合一，就是将两个数字加起来，结果
在 CSI 等多物件的例子中，我们大概呢，它赋予了加总一个新的定义，即将两个 sales item 的组成元素各自相加的这个定义类别，使用档案成本。所以说，老师讲的好，可是这个又讲的很模糊哦。他就好像把我们当成已经这个命令提示资源很熟悉的。可能很繁琐，就好像枯燥乏味。到时候这些这是源档案上 redirect， 让我们将一个档名、档案名称与标准输入函数处产生关前号 edit file file out file。假设这个是命令提示，而我们的 Java 程式已经编译为。编译为了一个叫做啊，可是进展编译为了一个啊，白话中文就这样讲，这是第22页的。也是22直接跳到练习什么都不讲，那时候还真简略。这个是使用档案重导，将会从名为 Invite 的档案读取交易记录，并将其输出写到目录，目前目录中一个名叫啊。那如何编译也不教。他就是认为我们已经会了。命令提示是系统提示资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系统提示资源？讨厌，没知道。那跟命令提示资源是一样吗？系统提示资源下命令，所以就是指这个没错嘛。这个表系统提示资源，我们叫那个。可见它是用 Unix 系统嘛，知道吗？已经编译成了。我们加法假设，你看假设。实际怎么做？它这变成是一个蓝图界面，没教我们怎么实做。
对啊，那我也知道假设编译，那如何把它编译好？加法程式，哎，真是，我们还是枯燥乏味吧。哎呀，接下来就这个，所以 1.5.1 有了吗？我们是从 CS 类别 1.5.1 这里开始学的嘛，所以它这个 CT 当年是 1.5.1 的 CT。Form ID 开头。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而已嘛，所以练习2-1-2是 OK 的，就是我们想象没错，你只是他只是照他那个 book 再写一遍而已啊，然后把它输出 sin， 再把它输出 cr。就一组哎，不是光一个哎，对不对？那要写回圈呢？那前面这个例子也没有叫我们写回，他只说读取，对不对？我们先用单一的来做啊这个例子啊。Issues found。输出的499.24.99，对。啊，他是说一组。书籍翻售记录。再将每笔记交易记录写到输出，不止一个吗？就用2就好了。如果是这样呢？难道可以吗？可是不能用这个，这贴上去的时候怎么样？看一看 ，Ctrl F5 吗？你 Enter 出现 Enter， 它就会 Ctrl F。啊，只读到第一笔，对不对？它不，它读到空格就停掉了。对啊，对不对？我们改一下价钱。
Ctrl+F 都是 24.99 的一个嘛，后面的都没有用嘛，所以这一定是要用一个 Y 回去，对，一直读到这个。我来咯，再把每一个我觉得要用容器嘛，你这样可以吗？我可以一直读进去吗？它应该一次只能记录一笔吧。一次只能记一笔嘛，这应该用容器，可是容器根本都还没介绍啊，为什么叫我们读一组欸？这里头回圈介绍了吗？有欸，哦，快已经介绍，可是你快介绍了。完全没有容器啊！你这样要怎么那个？太怪了嘛！Letter 一定要用这个啊 ！Sales item。引数有两个，它重载两个，对不对？一个是 cos， 一个是非 cos 的引数，所以就让你什么都可以传进来了。后面学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弄，对不对？这样就对了。对，对啊。读进来之后，是不是输出99？24，对啊，4乘以4是99嘛。8 4 4 16 96。24
为什么？99.96，然后第二笔是31.99，卖了3本，95.97，对啊，然后第四个是14.99，卖了2本，29.，这个是我们，对不对？那我除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用 vector，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这个是1.20的。你看它读一组，这里没有学到 vector， 也没学阵列，你可以干什么？哦，当初是用4个变数，哈哈，对啊，没有阵列是这样。然后是什么 item 上？哦，把它加起来。对，奇怪，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可 item 上可以这样加吗？哎，真的可以这样。这个我们的哦，可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无限的嘛，一直读到不能读，它这个是只能读四笔，对不对？然后它这个是也是无限的，真的可以这样吗 ？Item item sum y sin item item sum， 哦，因为它有这个指定运算子。哎，我这个哪来的？我这那时候怎么知道？现在都没想到。来来来来 ，book item 上，对，然后这个就不要这个了。see book， 是变什么？根本就不对嘛！哈哈哈！哎呀，我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啊？直接把它印出来不对啊！那加起来它变成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加起来了？总共卖了9本，对不对？对，啊，你加这个变成那个，不是把？他这里是说把每一笔交易记录写到，是不是？这个是把这里加总起来，除了他是不管那个 ISBN 去加总，然后金钱是不是225、24，他不会乘总和吗？会，他乘总和之后再加起来，然后后面这个是全部加起来。我们开一次啊。你看，你把这里对吗？24.99，加上31.99，14.99，全部是71.97，也不对啊。啊，所以它后面不是单价，它是24.99乘以4，卖了4本，对不对？加上
买了三本，买了两本。总和是225.9，也没错，就是它加等于复合指定算子，它是做这个运算，对不对？那是总营收是这样，然后营业额是这样，然后再除以整个，再除以那个九嘛，看平均每本是不是25.1011，它的逻辑是这样。这不对了，这不对。那是交易记录嘛？对啊，每笔交易记录。的总那个每笔交易记录的售出数量，还有营业额，还有平均售价。它是加总，非是题意，题目的意思。非题，这个才对了。那这个是，这也对了。这只能处理刚好四笔交易记录，原来这个只是停在这里，它会产生的一个，会产生的预览而已嘛，不是它，不
还是什么功能，还有什么快速键。这才对嘛。哦，那这个也对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是加种啊，奇怪，这是加种啊，不是印出来，是错的，这也是加种，叫你变成加种，那为什么练习一至二十也不是叫你做加种？应该是在印出来的，对。来四笔，哇，还要四笔记录。我们就八吧。它还是加种嘛，对啊，我再加卖一本，刚刚是九本，现在是加一本，对啊，现在是加种，不对的，应该是这样。然后每一个记录之间，我们加个空格。记录之间，我们就加一个 tag。对吗？嗯，啊，不用，应该是 end， 这样不好玩。你不能 end line 打在这里，你这样你就，Ctrl+F5，那这样才对嘛，4321嘛，44.9。那如果你少给一笔或怎样就不行了，比如说我。是给他三笔的话，你看他还在等你最后一个，那个输入错误才他才能出来，对不对？啊，假如是。最后一个是错，因为没有输入，所以它0000的嘛，啊，所以它少的话，它会变这样。最后来，我们现在弄两笔，对不对？
可见他最后没有输入，他都填零。那假如是多呢？他根本不等你，我们可能复制到最后一个那个换行符号，所以他就直接跳出来，应该是。那他只能记四个，最后一就被牺牲掉了，1449，没地方给他放，10到14，所以应该是改写成这样的，对吧？一个把它输出来，啊，这个是39级了啊。以后需要用到的话，啊，参考。再来是练习2-41，用 CLC 塔类别来改写1.5.1，不练习1.5.2，哇，那么多，啊，还有1.6的练习。就等一个一个先完成练习，2-1就没有了，1.2.1，你看，那是偷懒。那时候可能那个标头没有汇入了，这里前面贴上倒是很快，后面就很慢。练习1.2.1，这个是写一个程式读取两个具有相同 ISBN 的 CLS item 物件，并产生它们中，那就是其实就是刚刚那个嘛，对不对？它指定是两个，那其实就是一个改写而已啊。既然只有两个，我们就可以宣告两个了，明白？是不是？把它读取两个进来之后，具有相同，写一个程式哦。读取两个还不一定是两个哦，所以我们还是 item 一样要写回去，这不管的啦哦。当初，把它进来之后，读取成功进来了，我们要写个 vector 存进来，不对，读取进来，我们再呼应两个 item。previous 前面的那个 item， 那这个 item previous 就是 if， 对不对？等于。
如果他们两个相等的话，就加起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可以用加了，它前面有讲加，他们的总和，把它印出来。然后 break 把它离开，离开这个回去。那这个是 C 啊，就可以，只要它两个，不要写太复杂了，只要两个符合。就把它下走，好，应该就是这样。这个，所以这里我们做一个一啊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读到这就为止了。这一样，可是这要不一样啊 ，ISBN 一样，其实最后结果应该是9。32.00，对，32。嗯，没有。啊，对不起，哈哈。PAS 也没有设定。然后 previous 等于 item， 把指定给他，让他比较啊。然后这个其实他大概都内建初始化，不过这样很危险啊，没有初始化常常会出错。大概都预设初始化，你看加起来了，看一下是多没有。因为我们刚复制到最后一个 Enter， 它就直接的事情。要记得复制 Enter 就不要打我们刚那个角号、尖号再加 Z 那个哦，就 Ctrl Z。嗯，来了，是这两个1201对吧？没错，70353，然后两个加起来是卖了12本，没错。然后价钱是。总共营业额是3×3，31.99×3，加上32×9。所以卖了12本嘛，这里有12本，对，12，所以总营业额是383.97，没错。然后卖了12本就除以12，啊，就31.9975，一模一样，没错，就是题目要我们做的。main 是不用了啦，不用 main。这也不要面了，所以这个是这一题的，没错。再来是39集，29。写一个程式读取具有相同 ISBN 的数笔交易数笔哦，不是两笔。写事务所读取的，我们现在都假设它排序了，因为它现在到我们都是这样哦。我不写那个实际上错乱的。那读取具有相同的
ISBN 数比交易之间，写出所读取的所有交易记录的总和。哎，这跟前面是一样的、啊，读取具有相同，写出所读取的所有交易记录的总和一样，跟前面一模一样啊，就是前面这一题嘛。它只不过两个，那我们可以像前面对不对？分到两个，这个就是所有的。哦，你要就前一题就好了。嗯，哦，可是这个是一样的时候，我就把它加总啊，要一直加总，不能 break， 就是这样啊，读到完为止，就是没有 break， 然后不要急的，只要加总就好啊，加总完了，你要一个总和 item。item sum， 然后这个就是 item， 最后才离开回圈读完的，就是对吧？然后他说 ISBN 要一样的。才就是加总，我们这个都排序过了哦，所以就前一个就好。那一样，哇，这有点慢，我们简单一点好不好？30要好算一点，我的都，我32×9可以了。好，再来11×28，然后越便宜的卖越多。哦，哎，哦，果然是他这个，啊，那我们把这几笔这还一样的哦，这不一样。改成那个 Word，不用啊，开心的就好。把空格改成 Tab 键。然后把它贴上来。嗯，还不能这样。然后把一前面的空格改成。Return 一，不行。啊，这样就可以加总和。之前我学过，他这个按 Auto F11 哪有啊？哎 ，Auto Control F11， 这个也不对。哎，其实 Auto F11 到底是什么？
怎么说？因为快速键。就可以让它加种了。你看35117嘛，啊，二十，这个是等于这两个相乘嘛，4095，不对。怎么变成23 3？对啊，39。这是23。那怎么只加了最后两个？啊，对了，我逻辑错，有没有？等一下，原来是加了最后两个，23。7053啊，这个是错的啦，应该是这样啊，对吧？他要他原来的值再加上这个，这样才对了啊。来一次，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它都被归零啊，难怪剩下最后两个，啊，sum 等于 it item 加上这个。sum 等于 sum 加上这个，那 IT sum， 那不是啦，哎，逻辑又错 ，sum 等于它本身加上这个，然后最后哎 sum 还要再加上最后一笔。应该是这样，也是说23 sum 等于它加之前的 sum 等于它加之前的那个，只要它等于它，对不对？来就加之前。啊，加加加加到最后，他都加之前了，加之前。是这样没错啊，为什么会？
那一次只算到后面两个，为什么？上等于上加上，最后离开的时候，离开回圈，这个是死掉了。所以不能加它，加它就死了。最后那一笔，啊，读不到，那不是读不到没问题啊。当它不是它的时候，对啊，没错啊，我这个是夹在中间呐、啊。对，当它跟后面啊，对不起，当它跟后面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加它本身呐、啊。对不对？因为这时候不等于的时候，表示后面那个已经另外一本书了，前面那个才是我这个要的，更少247怪，哎。难道他？可是这个指定运算值应该是一样的，怎么会算出24？变成12+12，中间那个没有。如果是这样呢？它等于它加它，然后一直等于它加它，它不等于它的时候，你再加它之前那个。24，2017。是他没错，卖的怎么会24本呢？就是他在等于他是很怪的，你应该不断的去加，应该是加 previous 啊。总不会我给这个值有问题吧？问题啊，就是他们。对不起，我是执行到这。
好去教他。嗯，用力受等于他加他本身。第一个是三加是九十，没错。Item previous 等于 item。嗯。三和九，对不对？九卖了九本是第二本，三十二。所以这时候它变九了 ，previous 是九。嗯。这个时候，三。加上 previous 九。三加九十二，没错。item 再变成之前的那个十一、十二。二十三呢？十二二十三，嗯，要加十二。关键来了 ，previous， 这是不一样的，这个跳出来了，哦，靠！这里 previous 不能等于 item 啊，唉，这里错了，前面都没问题，到这里假如它不等于的话，然后。else 应该是 else 加 break 也不得也不行啊 ，else break。他少加了一个最后一笔，所以应该是他的前一笔是不知道是什么了，已经没有了。Pierce 是这里要。不等于的话 ，periods 要记下来，对不对？这时候加 periods 才对嘛。你如果把后面这个给他了，就没了。我这里只要设一个条件去啊。
如果这个item 不是零的话，这应该是跑完之后，啊，不等于它会跑到这里，跑到这里，如果它已经被初始化，就表示它跑过了，啊，所以如果 item 一眼。Average pi 不等于零，哎，那么就会不等于零，就是 true， 零是 false。如果不等于零，就 break 就离开了，就不会。不要再那个跑回圈。那就是最后一关那里出错。那里出错。卷这里有问题，也就是我们给的这个有问题，是吧？OK 吗？还是不行，多了这一个就死掉。真的，他这个是。SBN 那只能算出它的SBN。如果我用是这样，哎，还加刮胡啦，那是方法嘛，对啊，暗示要加刮胡，那种毛病也，那竟然指不出来，我可能自定义的类别还是错。618030更夸张，难道一开始就错了吗？当他，啊，对啊，应该是 L， 我把它进来，让它等于。不等于的时候不能执行，你这样变成等于的时候它也执行了。
看，对啦，三五一一七，可是怎么会变一零一零了？二十八，哪有那么多本？三十五是对了，对不对？平均是35块钱，卖了17本，七五到七八的，怎么会变一零一零呢？这个是对的。break， 然后最后再加 previous， 那移动到下一个已经不是它了。那如果没有加最后一个，然后变怎样？要不漏掉一笔吧？对啊，变23而已。是23嘛，12加11，23，686是总和，哦，这是营业额，营业额4095，686。还是要加35才对，可是后面那个为什么不对呢？怎么会变1010呢？营业额啊，对了，不能这样算，切，营业额是这我错。对吧，然后最后这个再加总，这个才是营业额，1050没错，哎，变1010，哇，这个是 B6 乘以30，也不是 B6 乘30，怎么会变 B6 乘30呢？1010对了，那就对了，平均是它除以28.85714，答对，终于 OK 了。啊，既然是这样，主要是这个逻辑啦，加的，啊，注意我们这个都是它。排序过的，嗯，比较阳春的了，啊，一样，假如以后有这个复杂一样，你先给它书号排序，就用资料库嘛，啊，读取的时候你先排序，那就一样可以这样算出来，啊，那不排序就要写更复杂的程式，啊，排序这个叫资料库去排可应该容易多，所以就看你觉得成本应该用在哪，我是觉得用资料库去排就好。哎呦呦，点那程式就可以算出来了，对不对？对啊。然后我们刚刚应该不用再测一次了啊，我们再加一个好了，一样是这个嘛。如果是这样呢，应该是26嘛，对不对？36多一本，对不对？然后我只加了一本31块的，
这个是 B 四嘛？二九，三十一，这为什么会三十一点九九五？B 四乘 C 四，为什么是？那三十一啊，有没有看到这里？三十一嘛，啊，三十一，全部加起来，这里是 D 四到 D 八，对啊，是总和嘛。总营业额1041没错哦，然后这里没有更新，去 B 九，对 ，B 九这里没有更新，所以是289166767哦。这不知道是怎么去取这个词的，这误差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只能是这样对的。不管你给几个条件，只要排在一起，不行，他都可以帮你算出来。好，接下来是成员函式初探，他要一直写到1.6节的，所以我们得继续看下去。23页、之前根本都没有，对，应该还是重看。1.5类别简介，下一期嘛。我们是标题3，我们这就标题4。相加两个 CS item， 甚至应该检查那些物件是否用相同的 ISBN， 我们会这样做。也是用最笨的嘛，一开始一定是这样。是这里，确认 item one 和 item two。item two 都代表同一本书。衣服。item ISBN 等于，对啊，我们刚刚的示范过 ，CR 表示成功，重回。否则的话 这时候就已经有 CL 到后面 ，Data Master Reference。
prefer to send 是相同一个 ISBN return 处理表示失败。后面一定还有一个，啊，括号面是两个嘞。其实应该是放在这里，是这个程式。之前版本的差异就在 if 以及 if 外面的 else。其实不了解那个 if 条件，我和我们也知道，不了解你们这什么。什么是什么好事？这个 if 条件，item one ISBN 等于等于，回呼叫名为 ISBN 的一个存用函数。存用函数是定义为某一个类别一部分的函数，其实是在那个类别的里头宣告。存用函数有时被称作方法。哎呦喂呀，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方法就是什么？我们之前提到的像。那个什么，VBA 里头它也都是用 method， 所以不是函数都是方法，是常用函数才会叫。还好智慧票价，我时间没有白，我可以温习，绝对没有白过的。有啊，那时候就花钱忘了，是被称作方法。好，我们暂停一下啊，阿弥陀，那脸书先到这里。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脸书也可以充电，来手机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必须这个，那我也顺便把这个英文版啊，因为它这个有目录，我们已经购买了嘛，就很快可以到这里。因为中文版难免有些错误，它这个一点就可以到外部链接。然后 ，a first look at 第一次看这个常用函数。那常用函数呢，一般是或者 member function。Sometimes。通常我们考啊，我们校正那个好了，
一个物件的身份，这就前面我们在谈论的一些历史啊，哦，就是这样。On behalf 又来了，On behalf of object 在物件的身份上，所以它前面那个 on behalf 它就翻成代表，对不对？它这里也是 on behalf。Ordinarily, we call a member function on behalf of an object. 我们代表一个对象，代表我们是一个身份的。你看，这里 behalf。一样，这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了。第四五嘛，接受，屏蔽，0.15.1是这个，性别定义的行为。对这个 CSI 谈这个性别的读写。相加，两个 CSI 还是使用档案重导，练习我们就不标了。就是一个同义词，第一章的已定义的词汇。27、27年在同义词，哎，真的完全忘了，那时候都有画荧光笔。We call a member function on behalf of an object. 我们是以，因为它这里翻的是比较对的，
自己这个身份啊。会以一个身份来呼叫，on behalf of，那个相等性运算值的，quality 相等性运算，相等性运算式的，quality 的相等，不是，奇怪，QU。Quality 跟品质是同一个字吗？还是我们常常粗心大意？Equality，Equality，少了一个一，Quality。第一部分，item。用了点号运算值吧，点运算值，来表示我们想要的是名为 item 万物件的 ISB， 变成点运算，点号运算值只适用于类别型别的物件，左边的运算员必须是类别型别的一个，这个等相等性运算值叫它前面那个啦，对不对？相等性运算值。它的左边的这个运算员的第一部分，意思是类别性别的一个物件，对不对？右手边就是点号的左边，右手边的运算员必须是指明那个性别的一个成员的名称。点号运算值的结构是右运算员所指明的成员，点号运算的结果就是右运算员。所指明的这个成员，它会传回这个成员。当我们使用点号运算值来存取一个成员函数，我们通常为了呼叫那个函数，我们使用呼叫运算。所以这是分两边，他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才是呼叫运算值。就是挂号来呼叫一个函数，呼叫。函数或者叫函数呼叫都可以 ，cooperate 呼叫一个。接下来是二四一，呼叫运算值包围了一个引数列 ，a list of argument， 对，引数列叫 argument， 可能是空的一堆瓜。这里的 ISBN 成员函数并不接受隐私，因此 item one ISBN 或呼叫
还是非常含，它是名为 item 的物件的一个成员。这个函数会回传储存在 item 中，有 ISBN 值。所以相等性运算值用运算员也以相同方式执行，回传储存在 item 处中的 ISBN。如果 ISBN 相同，该条件就会出错的就会。习题章节，读取数笔交易记录，并计数每一个 MSBN 出现的每一个，这没什么难的。这个栏位，二十四页哪有栏位？哦 ，bookstore 城市后面，现在还在它后面。这是它下面的练习，所以我们放在后面。成员函数初探 1.5.2 下面的练习，两个。这个一样，都去这还要这个，这个是 account count， 这就不能是它那个型别，出现次数的话可以用 unsigned。counter， 前面它也是，当这个等于这个的时候 ，counter， 哎还不行，每一个出现的，这个一定要初始化，我会错。我给它加加，如果一样的 就加加，然后哎就印出来。如果不一样 ，and C 加加 ，if 这个不等于零。不等于零就是，反正它不是零嘛。如果它的话不等于零的话，就印出。然后这个把它归零，习题。
哦，这个也要。定出 ISBN，如果它不等于它的话，那表示换人了嘛？换人了，要印出前面的才对。我还可以点在这中间空格都没关系啊，印出来，然后就几笔。6GB 把它归零，它再等于前面那个，你再去算。只要它不是零，它被初始化了，表示它碰到，对不对？那假如它是零的话呢，一样，就印出它。哎，它不可能是零啊。这应该初始化是一。那加就是两笔，它两个一样的就等于两笔了嘛？对啊，所以这个不等于一啊，应该说大于等于一啊，大于一等于一啊，或者零不可能是零嘛，等于零的话或者等于一，初始化是一，我再给它那个。因为只有一笔的，也要给它印出来啊。这时候它不等于它，把它之前的印出来，对，那一样了。到这里，最后一个不等于它的时候，还是要把最后一笔印出来，对不对？if 它不等于它，这就不用看看是不是啊？一样，回来这里，一样，我们要排序啊。比如说，我们最后一个四三的话是一个，对，我故意加一个 Enter， 它就可以不要再按那个。你看最后一个它不行，这里多了一个 Enter， 对不起。这个有一笔，怎么都一笔？错啊，不可能只有一笔。这时候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 CTR 应该变二了，对啊。
不等于它的时候，这里停一下。诶，啊，这里啦，印完了才能那个。这一定是一了嘛，就不用了，啊，它是大于一才要归零，然后这两个都是要因为跑回圈，不管你等不等于，等于要不等于要好都要执行这一个，所以叫我不自进行侦错。在建制中，啊，对了嘛。啊，他漏掉最后一个，连最后一笔他漏掉，最后一笔是一样的，哦，到这里出回圈了，啊，这个是五笔。其他都是一笔，没错。那这个什么有一笔，为什么一开始是有一笔呢？是399，第一个怎么会印出一个有一笔？2017053X，对，有一笔，再来是零。2017053，对，现在是一，这就是重复了一二三四五笔，没错。然后2021，他为什么先跑出一个？这个是第一笔，没错。然后2017053，对，OK。接下来七有两笔。2017053，它为什么？都没有读到呢？最后两笔都没读到，不一样，读取失败。我故意放在尾端了，希望它的尾端漏掉，我们要把它补上。啊，第一个为什么会先跑出有一笔？如果这个不等于它，好，因为它之前的那个没有嘛，它之前没有。如果所以 else 有一笔，对不对？没错，它不等于它，就它不等于它。这个情形是这一个，对不对？不是控制串的话。对不对？还是进行这个嘛，所以我们再来一次。这又是少了呼叫运算时，先解决第一笔那个问题，再来是后面两个为什么读不到？没有了，哎，不是，没有，啊，第一笔没问题嘛。最后两个为什么读不到？第一个是2017053，对不对？有一笔。啊，最后两个竟然读不到，我们再整理一下。我这个是，我是怕他这里是不是空了两个？对，他空了两个。
空了两个，后面就读不到了嘛。这里其实是空两个。我们应该是这样，多复制几个 Enter 又出来了，还是没有读到7201和201。7201这个没有读到。是我们城市的问题。如果我不要复制到后面的，再来一次。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最后两个读不到呢？看到七出现的时候就要停了。七出现了 item， 其实这时候它印出的是二那个，对，二这一笔被印出来。Item review， 会变成七这一个，对呀、啊。对呀、啊，这时候是一样的、啊，一个卖了11本，一个卖了1本嘛。这两个 ISBN 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现在是二啊 ，L， 哦，最后一个了，是这个。对不对？所以是这里要 L， 是那下一个就没了嘛。这也是在最后这里出问题。所以这个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在这里弄，这应该是分配给每一个，这样才不会这里又读一次。对不对？就出了这个回圈了，现在出这个回圈。
除了回旋角 CR 是那个的话，啊，大于二，大于零，还是要印一下 CR 这里，最后要比最后要把最后一笔那个印出来，啊，因为它这里已经设成 IT 了嘛。啊，IT 一定是失效了才行，所以你要把它印出来，之前的印出来，有几笔，对，最后要再加这个就正确，嗯，那个出了回圈，要把最后一笔印出来。Ctrl F 原来不经过中断点就不侦测。这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段落，然后直接弄出去。然后出回圈，把最后一笔印出来。对啊，最后一个。哎，这么麻烦。我如果在这里加个。是这样，一定要这样才能出来，这样就完全正确了哈、哦。要把最后一笔印出来，七二零一七，那我们这样随便再取一个。只要排序过就 OK 啊，这前提都排序过，OK。啊，这一题结束。这个是应计数每个 ISBN 出现次数1.23。接下来是。1.24，我们还是校正一下的。给予前一个城市代表，来测试它。每个 ISBN 的交易记录，应该归为同一组，什么意思？写一个程式，那给予前一个程式代表多个 ISBN 多笔交易记录来测试它。这个刚我们说了，每一个 ISBN 的交易记录应该归为同一组，什么意思？同一组都放在一起，因为它前提一定是要排序过的嘛。什么叫应该归为同一组？By giving model。Session record for each ISBN should be grouped together。我真的不知道1.24是干什么。内容我们刚内容都读过了，没叫我们存。归到同一组啊，知道了吗？让我们继续读下去，这个不知道是如何解啊。只要说魏翔嘛，
不知道它什么意思。那不就看前面一样吗？拱旗是常用的。拱拱拱拱。说直播竟然认同在拍自己，对啊，这个两位变数很重要，我真的不知道他这里是讲什么。1.67，在他之前，类别简介之后就是1.67，是还是标题三？标题三，我是多少城市？这就是他这里嘛，这应该是这也是说，我们会假设输出中每一个 SBN 的交易记录都归在同一组。Group to catering in the input 啊，我们会假设在这个输入里头啦，它是归在同一组嘛。不是输出啊，拜托，怎么会翻成输出？中文版又翻错了。
哦，所以你看没有英文版哦，真的要命。对。输入，我们假设不用会，我们假设输入中每个 ISBN 的所有交易都放在一起的意思。Together，这怎么会这样断成这样？Output，Input。每个输入的 asset 放在一起，就一起就是 together 嘛，放就是 group，放在一起就是不就 group 吗？对，也是，都是 for each，假设 all the transaction。看看 Google 翻译都翻得比他好，那么凶悍，quality，很好玩。刚刚那个 equality 简直是。quality，equality。我们假设每个 ISBN 的所有交易都在输入中组合在一起，在输入中都被组合在一起。输出，哦，真的，这两个版本英文版两个版本有时候不一样嘛，这也是一样，没错啊，一定是这样。预设它都是，这里预设它都是先排好了嘛。哦，所以你看，我不能尽信这个，太可怕了，错误率太高。那换。应该是加在用房屋，换另外一个 IP 分用。断掉，啊，这个又变这样，啊，工具列又没给我出来，哦，到底在搞什么啊？
有盖过它。早上碰到这个问题，还想说从这里呼叫它就 OK 了。对呀、啊，就现在又不行。变数怎么那么多啊？那电脑不是计算机吗？怎么像好像有人工智能？上一次这样可以解决，下一次这样又解决不了。你看，这一次又可以。唉，真的，是不是啊？我们的程式会将每个 ISB 资料结合在一起，因为偷偷的一个变数。我们会用名为 trans 第二个变数来存放我们读取的每笔交易资料。如果 trans 和 total 注册相同的 ISBN， 我们就会更新 total， 否则我们会印出 total， 并使我们刚读取的交易记录来查，并使用刚读取的交易记录来重设它。这个跟我们刚刚那个类似嘛。变更慢，你出来有 string true， 是这个。不想再收这个戏了，可是学校的这个储存比较快，读这个也比较快。哎，我想干脆下载到我的电脑，欧西亚可以解决，可是 Word 储存就很慢。他为什么都要转成粗体字，我就搞不懂。这个是 item total， 存放下一笔记录交易记录资料的变数，读取。暂停了，阿弥陀佛。确保有资料可以吃。CSI 等权用来存放运行总和的变数。读取并处理剩余的交易记录，这翻译也有问题。怎么用来存放运行总和？哦，不行，要换成这样，比刚刚更惨。这是学校云端可能有点问题。自己重新连接。原文一定是 first transaction and ensure that there are data to process variable to hold the running sum. Read and process the remaining. 这没错，这是分两句。这个变数是储存 running。在执行的总和吗？可是 trans 不是它是储存每一次交易的，不是总和啊。
运行总和这边。Total 等于 Total 加等于 Train。如果不是的话。印出前一本书的结果，是奥托。嗯啊，哦 ，total 等于 train， 奥托现在指向下一本书。需要 total， 最后再把 total 印出来，印出。最后一笔，跟我们刚刚一样，嗯，最后一笔它会交易金。没有，没有输入，仅是作者写了，我给他。return 只是失败 return 只是失败下面要有一个大括号 return 零下面要有一个大括号他就把这个当作脏的东西了就不变成这个程序是我们目前看过最复杂的一个，但它只用到我们已经见过的那些技能，也就同以往一开始我们先引入要用的标头，就标准程式库 iOS 对，以及我们自己的 CSI。在片中，我们定义了一个名为 Total 的物件，它可以用它来加总给定的 ISBN 资料。我们试着把第一笔交易记录读到 Total， 并测试。读取是否成功？如果读取失败，那么就没有资料可以处理。我们就退回到最外层的 else 分支，告知使用者没有输入可用。假设我们成功读取了一笔记录，就会执行。接在最外层 ，if 后的区块，那个区块会先定义名为 trans 物件用来在读取过程中存放我们的交易记录。对啊，它是存放每一笔 while 数据会读取什么的数据。因为前面的程式要 while 条件会从标准中读取一个值，再次我们将。就是 item， 物件读入 train， 只要读取成功，我们就执行 while 主题。while 主题是一个单一的 if 数据，这个 if 会先答 while 是否相等，或是就。用复合指令算子把 trans 加到 total 里，如果 ISBN 不相等，你就印出储存在 total 的指令，将 trans 指令给它来重置存，指定给 total 来重置 total。为什么指定给它呢？讲清楚一点，不要用代名词，不，它是谁？啊，它可能就照英文翻了啊。
是有时候英文那个结构很容易看出代名词是什么，有时候不容易。你换个语言要考虑到这一点。执行 if 后，我们回到 while 中之间，读取下一笔词语，以此类推，直到没有记录可读为止。当这个 while 终结时，total 所含的就是当中的最后一笔词语。最后一个 s，我们在结束最外一层 if 数据的最后一个数据中写出最后的一个 ISBN 资料。1.6就是这一节，接下来就本章总结。这一题来，新题章节为什么会？25页了，奇怪，25页没有栏位啊。这里哪有栏位？栏位在这里人事变了，只不过在类别之中，为其类别内之成员，故名成员变数也叫 fill， 就是 minus。这可能那时候聊天的时候聊到的灵感吧。24、25也没碰到栏位啊。这一题的习题是说。使用网站上的 CSS item 标头，你看这里就讲不清楚什么叫网站上，那就前面那个码头还有哪个网站，并应并执行本节中的书店程式。本节中的书店。难道照 copy 吗？进去贴了的，又有了，那里不用。iOS 对 include iOS 对，叫挂号的是。编译必执行，
因为这里有一个脏东西，之前没发现。这个，对，一个脏东西。这两个中间不能有空格，有些地方没关系，这些地方就计较。行了，这个错了。存放下一笔交易记录资料的变数，这个应该是 trace， 这两个弄倒了，这是英文版的问题，中文版没有问题。你看，英文版它自己错，这是第24页。两个弄到了，那刊物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看？对啊，英文版。这个才是这个。英文版就弄到了，中文版也没更正。这是读取第一笔交易记录，确定有资料有可以用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宣告。这才是存放下一笔记录的资料，对不对？啊，读取并处理剩余的交易记录。如果我们仍是在处理同一本书，一个 total， 对，是同一个书号，那么就让 total。跟新累积的头头，那如果不是呢，就印出前一本书的记录。印出结果之后，还要把这个 total 指向下一本书。
然后这都跑完了，衣服跑，这个是坏的，我这个坏了，我已经跑完了，这个事情。衣服有东西才执行。窗外是 true。那接下来是后面 else，如果是的话，我这里没有贴完。else 没有重回警示作者。我跑哪去？印出最后一笔交易。我头晕。这怎么没有印到？印出最后一笔交易是如何？这个是谁的结束？if 的结束，对，那这是 l，只是失败。啊，这是。else 区块完了，然后再多了一个，return 它这样写的，其实 return 可以写在这，从这个指示吧，整个完成没有问题了才传回零。每天请我打光户，那他说这一题是要我们编译它就好了，编译并实现本节中的输入变程式，录入一笔记录，那他说读取那个档案，我们现在是做不到了。用刚刚那一个，最后一样要打这个，它才会出现的。那这个二变成十了，所以第一个201卖了10本，没错。然后那不管了，总和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第二本是。卖了4本，没错。第三个是1201，它其实总共卖了36本，39、12、23、23、24、36，没错，对不对？然后第四个201，它卖了两本，这里还有一个4本，所以是6本，没错。营业额和平均售价我们就不先不管了然后这个是。7201，这是卖了1加11是12本，没错，对，那就好。那最后一个也是要这样才能印出来嘛。碰到一个结尾是这个，那我直接这样结尾他也不给我。如果是这样呢？可不可以不要再按一次那个？还是要？那要大写的吗？奇怪了。一定要啊！定。
定要这样才会读完。怎么让他知道是结束呢？如果我给他加个断行符号也不行吗？还是要这个？那这样还要印出两个，乱七八糟，不知道是什么。好。别以为，这次连 man 一起来了。好，准备要做回到我们的类别了。都用功吧，这些人。1.6 的练习啊。原来这里叫我们重写，使用你的 sales data 2.6 练习20一字一。开心之窗要在好几个地方跑。26是定义的文章总结和定义的词汇。哇，变这么慢。哇。现在是我们先解决2.41的。22和页24页25。使用我的这个类别来改写一至五，点一就是这个一至5.1的。这里竟然没有一至5.1，类别简介19页，19+22=41。自己的资料结构。
你看，还有这样翻的，应该说在我们先翻后面嘛，然后就是照着英文照翻，这是第19页，这边，全集，好，我们把这也补一补吧，你看，照文字翻，为什么不倒叙从主人？中文哪有这样翻呢？我们要用倒叙从主吗？是一个重点。就是能够让类别型别和内建型别一样好用。定义二和处，它已经定义，因为 sales item 标头当中。大小写还有分，HPP。
IDE 有时候会，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2019就是 IDE 嘛，整合开发 development 环境，有时候会在目标头上当明星词，编译器通常不。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已经那个了啊。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标头档。19页的标头档要注意。暂停一下，阿弥陀佛。这个刚刚我们不是发现英文版一个错误吗？我没有暂停啊，还是忘了录。刚刚反而变开始录啊，不管他了，颠倒梦想。刚刚发现英文版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应该是给他写一个那个嘛，给他写一个那个。刊物表，注册一个刊物表，就这里嘛。1.6 级的。Inform in the command field please tell us the page number location of the error on the pag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rror. Assistance.
We regret any errors and would like to be informed of them. What are the title? ISBN Publisher应该是这个吧，我记得它是什么爱思里，对啊，爱德森卫斯里，安德森卫斯里 ，professional。Reverse. Inverse. CS ETA 这怎么没有？
vice versa 反之亦然。你前面学过这个 vice versa。Vice versa。Vice versa。Common the two variables. Variables. VA. 哦，我到现在竟然变量是什么还不知道。Inverse. Yeah, it's this way. ISBN. This is just one? He can't follow this run.名字，画个 title， 然后 ISBN 是 ISBN book 为什么有两个？又一个了。Without dash. Huh? Without dash. Dashes. Ah, 这里给他做一个教刊嘛，嗯，是1.6这里的练习。送出去。啊！接下来是用。CSS item 去改写了啊，1.5 22页1.5.5，我们先写这个2.4.1这个习题。
这个是哦，对，1.5.1还没弄。类别简介，1.5.1是 CSI 的类别。第一层嘛，1.5.1的练习，所以它。下面的使用档案重稿，类别定义行为，这个是要讲起的。1.5.1的练习题，这三个，来1.5.1的是。练习20，1至20。啊，可以用 CSI data 来写。我们要搬回来住了，CS data，所以hook 啊，然后 vector book， 读进一个 book， 啊 ，seeing 读进 book， 这里是错。因为他读进的时候，这里并没有接受这个东西。这里一定要有一个界面嘛，我你怎么读进呢？对啊，好奇怪，他这里叫我们改用那个啊，应该是最原始的那个，不是这种复杂的，先不要用那么复杂的。
因为那个涉及到你还要写 read 的，要增加成要函式。那我们先从，这是 book one， 还是同样一样吗？把读进的东西写入这个就错了嘛？对呀，如何用 data？ 除非是说他每个空格三个三个他一组，对，他要记录。还行，就用这个。你现在用那个 Y 写一遍，先用最笨的，然后这个要输入它的 book number 嘛，然后第二个要输入什么呢？第二个要输入。卖了多少？quality。第三个是要输入 revenue，这里没有定义，有 revenue。第三个要输入 revenue，营业额是多少？接下来是要输入一样的，接下来是 item two 了，这一样的东西。对吧？它是三组记录嘛？哎，不是哎，它是。Revenue 它是，对，售价是多少？单一价格是多少？我接下来是第三个。接下来是第四。最后把这一些都印出来。Item one，读取一组范畴，再将每笔交易记录写到标准输出，等于是倒过来嘛，引出的不是。最后是这个，
这一样。这改成2而已。这是最呆的了。对，这就四个嘛，这是有限的。最后一个 N9。看看，输入四笔，一，就这四笔，对不对？奇怪，这个时候他又不需要按那个结束，因为他不是回圈，回圈才有这个问题。这列出来就是这个嘛，第一笔是2037，对啊，一个十，一个四，第三个三，第四个九，32，没错。那再来，我们这个其实是应该是不用初始化，他讲过他成员函是。成员只要宣告就可以了，对不对？只不过你用它去做计算哦。你看，不用加那个，因为它没有回圈嘛，哦。934，啊，最笨的，好，这一题，这是要两个一起的，因为它有这个宣告，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准备武功，哇，一点呢，这个是这一题的，这还不到这里。夜22的1至 1.20， 对不对？等一下要1至21嘞。那这个 1.20 这个还没完，因为我们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回圈的啊 vector， 我觉得不用，那都很呆的，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个成员函数啊 ，sales data 还没有成员函数。1.20 1.21，练习1.20。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弄？怎么样让它比较好插？你看这样，我要找半天。122一样，对，这都是页22的。等一下要做。每一个都给它写成 sales data。这一题是 2.41 的嘛，对啊，我们 sales 要改一下。好，那我想试着搬到我这个，不要用云端了啊，唯一的可能就是 Word 要开很久。有时候储存的时候储存很久，那我们这个哇，你看又怎么了？暂停啊！